台湾媒体10月6日报道，修杰楷和贾静雯的爱女布布是很多网友十分喜爱的新宝贝。贾静雯6日早抛出布布的凤闪照，让许多网友惊呼爸爸看到要生气了。原来是贾静雯与许若瑄姐妹会，同时也为儿女布布与 Dalton 办见面会。只见这两位新宝贝不止戴上有自己名字的 party 帽，还甜蜜蜜吃点心，互相上演喂食秀，让网友看了大喊这一对太闪了，俊男美女好有爱，爸爸要崩溃了，爸爸看了有生气吗？秀爸爸的情人啊。之前贾静雯微博晒出一组日常照，配文10月过得很丰富精彩，怀念之前的一些时光，只能用照片呈现。美景美食与好伴是旅行中不可缺少的元素，谢谢用心的你们在我身边给了我好多能量，我已充好电，电力满满的面对11月的到来。照片中的贾静雯戴一副墨镜，一身酷酷的牛仔衣配豹纹围巾，头发梳成高高的马尾辫，活泼帅气，坐在红色长椅上享受阳光，在老公身边又变身小女人，散下头发柔顺的把头靠在爱人的肩膀上，一起闭眼打瞌睡，幸福温馨。